因为这么多那种 N 的，你不觉得会压力很大吗？在上面讲话。其实还好，就是这种场子，你就是要把，这是我的场子嘛，就是我要把它吃下来啊。我也不能在上面坐在台上就要慌，我要想办法去克服这种问题啊，对啊。我没办法，因为看到峰哥我会慌。那是你啊。而且你还敢去，之前还敢去摸他脸或干嘛？就是一定不敢。有到一定的程度才会这样做嘛，对。因为我后来我有守过一垒，然后说峰哥也在二军，可是我本来都已经决定好说，等一下他上垒的时候我要跟他聊天一下，结果他就有一股那种杀气，我不知道那怎么讲，就等到他一上来之后，我想说，哎，神拜打得不错，就一过去就，神拜，因为他的那个表情就是，他脱那种护具都是这样，没有表情，然后皱眉头，我觉得很担心哎，就你还跟他常这样玩来玩去，他给你一些。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相处蛮融洽的、啊？他会闹我、啊，然后我就换我就闹他了，对啊，就是没他也不会跟我讲一些球场上一些事情了，就是他可能要分怎么样分散我的在场上的注意力吧，就是用一些就是胡闹来闹我，然后就不要去抢去场想场上的事情。不会觉得他就是很有那个威严吗？皱眉头的时候。他一直都很有威严啊，不只只有皱眉头。真的，我真的想说跟他打招呼，结果他一过来的时候，我这样脚一踏过去，就赶快把那个土弄平了。我说不要再靠近他，因为他其实跟其他旅外选手不太一样，他就是有一种，我觉得是霸气跟杀气，那应该是哇他特质啊。所以他有给你哪些建议，觉得你很有很大的帮助吗？哪些建议哦？他跟你小时候看的是一样的陈金功吗？台湾一样啊。一样，他有教过你哪些觉得蛮受用的，或是一些观念？哪些哦？因为不管跟他聊天，知道从这边问。我也不会问他场上的事情哎，对啊，我跟他都不会聊场上的事情。就是他那种专注的态度吧，会觉得蛮值得学习的。